再适合不过了，感谢你投下支持的一票，弟弟。不过你真的不想担任这个职务吗？哦，要说的话，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。不过我终究是名海上男儿。说到这个，想想这些发生的事，或许让母亲远航一趟会是件好事。嗯，这才是我印象中的好弟弟。 才回来不到5分钟，就已经在计划下一次出航了。5分钟？你这样说太不应该了，姐姐。至少有10分钟才对吧？哎，我很想你，珍娜。你不在，库尔提拉斯就乱成一团。父亲走了以后，没人想去了解发生的原因，只是想发泄怒气。我担心人民根本不会接受我回到这里。我没有办法向他们证明自己。 甚至对你和母亲也一样，珍娜，我们失去了舰队。要是你没叫我们回来，我们根本不可能活下来。就像波拉勒斯本来会毁在艾虚凡手里，我一直都知道你的立场，现在其他人也都知道了。我唯一想问的是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内陆人的想法？<笑> 大概是因为达拉然离库尔提拉斯太远了，而且我必须融入其中。我也很想你，坦德瑞，还有你那张坏嘴。